播客是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的声音数位媒体，使用者可以用手机随听随放，非常适合在通勤休息时间收听，即使关闭手机荧幕也不会受影响，更不受限于固定时段。观音山正式成立专属的播客节目，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慈悲的龙德上师珍贵佛法开示。观音山成立两个播客节目，生死思辨和烦恼 out 难题有解，节目每集都长达40分钟以上，每周固定星期日会上架新的内容。在生死思辨中，慈悲的龙德上师教您如何活在当下，面对生死是我们生命中必学的一堂课，内容为尊贵上师开示西方极乐净土祈愿文。另一个播客节目是烦恼 out 难题有解，面对难题您需要的是过人的智慧与有效的方法，有效解决难题。欢迎广传分享给身边的亲友，聆听慈悲龙德上师的法语甘露，得妙智慧，拥抱幸福人生。